小鱼丸，我突然肚子疼，这皮肤你帮我拿去给师傅敷吧。哦，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你等一下，你长得好像他。今年又是一年霜降了，我们已经有一年没见了。当初的你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呢？哇，这竟然是第十九赛季的蛋仔岛耶，暗黑城堡，如今竟然有这么大的变化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哎，奇怪，怎么进不去了？没用的，别白费劲了，小黑屋早就消失了。啊，这就是我和蛋打主的秘密基地呀，我答应说好了下次就在那儿见面的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你是退游回归的老玩家吧？对呀，因为有些事当时我没跟他告别就离开了，不知道过了这么久他是不是一直都在生我的气。好巧呀，我曾经的蛋达子也是一声不吭就退游了。嘿嘿，今天是我们约定好的日子，一年后我回来啦，我要带他去看蛋仔岛的第一场初雪。那你蛋还挺不错的，还回来找他，可他却一直没有回来过。哎哎，你不要多想，我看现在蛋仔岛这么漂亮，玩法也是越来越多了，指不定哪天他就回来找你了呢。他真的会回来吗？糟了，马上就到时间了，这下小黑屋没了，我上哪儿去找他呀？虽然小黑屋没了，但我知道这个赛季有个类似小黑屋的地方，我带你去吧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就是这里，那我先走了。这么久没回来了，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认出我。哦对了，得把脸擦擦。说好了一起看雪呢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宝宝，我们一起去看雪好吗？早上那个蛋难道真是我看错了？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回来了？我一直学习他，模仿他，尽可能的复制他，把自己当成他，幻想有天取代他。你也曾因为我开心过，把我的模仿笑成是一个笑话。是你等到他了吗？没有，也许他早就忘了我吧。那你还继续等他吗？不啦，虽然回忆很美好，但总是要向前看的，不是吗？